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啊。那当然今天台股啊受美股的影响啊，那今天啊大涨了152点哦，但是严老师在这边啊还是要呼吁一下哦，手中啊现在有航运类股的哦，今天对不对没有涨嘛哦，它的涨幅上面哦目前为止啊太热，所以说有一些航运股啊你真的哦你逢高啊稍微要调节一下，不要成为哦最后一只老鼠啊。当然今天的钢铁股啊有一些股票拉到涨停板，好，那钢铁股其实啊今天有利多啦，好，但是利多不见得是要去买股票哦，这个地方严老师认为啊还是要先卖一下哈，所以说我的看法没有改变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啊，这个钢铁航运啊这个短线上面涨太多哦，这要先买一抓，把资金抽回来啊，我们来买电子。好，电子要买哪一种呢？好，小型的，小基业你知道不？好，股本20亿以下的。好，这种在现在的盘面上面啊，它比较活泼啊，所以说你现在去买的话，我认为哈，这个机会上面啊，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啦。啊，当然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投资人也好，好，现在已经开始打疫苗了哈，包含严老师的会员在内，今天早上去打疫苗，在打疫苗的同时啊，他还提醒一下严老师。哎，老师，蛋姐有后尾勾票哦，啊，你修改给他通低级的哦，哎，真的是很厉害。好，去打疫苗的同时啊，还会想说，哎，老师，你这个哦，不要忘了我的存在。啊，其实你们对于股票市场里面，只要有信心呐，好，有信心的话，你去找那个标股啊，我相信都找得到。哦，真的没有办法找的，那你就来找我啦，好不好？上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哦，打电话到公司人很多啊，哦，但是都没有留下姓名跟电话啊。所以说我今天我的会员哦，我本身我的会员哦，包含普通会员在内哦，还有一档股票是四级会员在内哦，哦，两档股票拉到涨停板，哦，大概我的会员都知道是哪几档股票拉到涨停板啊，但是今天没有你的参与哦，我认为哦，这个叫白搭，啊，电话卡卡的嘛，无老主机，啊，加赖之后阿猫阿狗对不对？这边留嘿不好啊。你要想赚钱，就要让严老师找得到你啊！找不到你，我怎么通知你啊？啊，电话打过去没人接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啊，加赖之后看到一档标股，啊，不敢动作哦。我认为哦，这样子哦，耽误自己了，哦，耽误自己了哈。从这个礼拜开始，中小型的股票它会开始动，包含这个苹果的，啊，光学的，啊，被动元件的。细晶圆的都会动，到底哪个先动我来告诉你好不好，我来告诉你比较快啦，你不要每天在台股面在射飞镖啊，你不见得赚得到钱啊，现在就锁定那种小资的啊，落后补涨的就能够赚得到钱啊，我仍然是看好台股的一个未来啊，因为中美贸易战啊可能近10年啊都不会结束啊，既然中美恶性竞争嘛，受惠的一定是台湾啊，包含韩国在内，啊，越南呐，对不对？这些东南亚的国家，因为产业链就开始移嘛，这个就是一个不变的一个趋势啦哈。所以说啊，现在这个船长类股就不要再去追了，手中有航运的，有钢铁的哈，哦，自己小心一点哦，不要说到时候老师都不跟他讲，我变成最后一只老鼠了。哦，千万不要了哈，我们要做第一只啊，不要去做那个最后一只啊，做最后一只哦，拔掉啊那哦，没意思了哦。来，邝磊家来啊，明天请注意哈，要集中火力喽，买一档股票就好了，买一档就好，你买那么多档干什么嘛？你别要只给你别叹急呐。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一档股票是7月8号礼拜四，我相信我在节目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不会去卖它。礼拜五创新高，今天呢？啊，今天呢？啊，今天上涨9.42%，快拉到涨停板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的会员在内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讲什么对很高档的会员看不到的会员不需要啦，我就跟你讲普通会员啦，好不好？
普通会员今天有没有赚钱？我要把这张股票打开喽。我说过了哈，拉到涨停板我一定要打开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叫宣德啦。啊，叫宣德啦，礼拜四涨嘛，礼拜五创破断新高嘛。今天呢？今天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它大涨了9点多少？42%、啊。你要不要卖都没关系啊，我讲真的啦，你卖掉就赚钱了啦。但是有人在问说，老师啊，这个会不会到100块啊？会不会到150，还是到200？我说我不知道啦，啊，你自己看。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的会员哈，来你牙手，普通会员，你无赚10%以上，你来找我啦。啊，台面上面敢不敢老师这样子讲？我敢呐、啊，哇啦哇啦，我最勇敢呐、啊，普通会员哦。你这一档股票宣德，你赚不到10%的，你来找我啦。这样可以的哈，你要卖随时卖嘛，今天尾盘卖掉，对不对？随随便便呐、啊，钱就进口袋。那老师，你买它的理由是什么？很多人喜欢去看那个基本面，很奇怪啊。基本面是死的东西啊。他告诉你啊，1到5月份营收成长啊10%，5月份营收成长15%，看起来是5月份增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这股票操作是看未来，好不好？看这个不准啊。啊，这个凑巧嘛，刚刚好5月份的营收是很好啦。凑巧啦，所以有时候股票市场里面哦，哦啊头壳较巧的哦，提一下，12生肖里面哦，不是12星座里面，你知道到哪个星座里面是最聪明的？啊，这个叫水瓶座。那12生肖里面呢，哪个生肖是最聪明的？啊，我问你啊，属老鼠的，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哦，这个叫有志一同啊。哦，你当然不是属于那种最聪明的啦，啊、哦，所以说你基本面看一下就可以，真的可以赚到大钱的，是提早布局的，好、哦，敢出手敢压的，这叫宣德，啊，宣德啊，随、哦、便卖好不好？啊，你不要说老师100、150、200，到底哪一个 bingo？ 你卖掉就赚钱了，可以吧？就那么简单啊。那当然有人说，老师，我参加你普通会员能不能赚得到钱？可以。而且可以赚到大钱，真的吗？老师，你又讲了没有算呐、啊？你不能跟其他老师一样啊，胸口碎大石啊，在表演啊，没有用啊。有人一天到拿手机给我看，奇怪，他手机跟我的简讯内容就不一样啊。有人说他天天涨停板，奇怪，怎么我去参加的时候，以后怎么一根都没有？没有错吧？台面上面很多人跟你讲这只股票嘛，友达嘛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讲得很厉害啊，友达 啊，3481群创，他只有讲一支嘛，啊，讲一支群创赚得到钱，啊，讲友达赚得到钱，阿弥陀佛啊，真的啊，杀生啊，知道杀生啊，啊，你买这一支不是很好吗？今天创破断新高，你随便卖都赚钱啊，好，废话不多说啊。老师，我参加你普通会员赚得到钱吗？你注意看，来，这档股票，来，今天开盘价176块钱。我叫你买就买，叫你卖就卖。今天你相信严老师的，你一定有动作。10:45，亮灯涨停板。嗯，要不要拿证据给你看？其他老师都不会拿证据给你看呐、啊，好像严老师比较笨呐、啊，动工的，你看到吗？啊，其他老师就这样子又画一下的、啊。啊，你看我们股票很飙啊，啊，飙在什么地方？他自己画一个嘛，啊，手机自己弄一个嘛。我讲股票，我一定有证据啊。来，普通会员请注意，今天45分拉涨停，10:45，10:46，我有没有发简讯给你？啊、哦，这叫普通会员啊，恭喜涨停再创波段新高，这支啦。你别调，你清灾别好不好？你清灾别，好不好？你真的，你需要钱的，你随便卖，啊，这叫普通会员呐、啊，啊，老师啊，更恐怖的有没有？有啦，老师今天好恐怖哦，呵呵你有看过那个杨婆婆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杨婆婆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好恐怖，对不对？你老师一天到晚在讲鬼故事给你听啊，
对，严老师不会讲那个鬼故事给你听的、啊，我让你看一下什么叫操作。来，这只，这一只啊，有没有拉涨停？有了哈，零四分的，我看它快拉涨停了哦。啊，我12:03就发简讯给你。你说老师厉害不厉害啊？开盘价77.7啊，老师这个数字哦很不错。我再拿我的简讯给你看啊，你真会吓死啊！我们这个不是一级会员在做啊，严老师总共有5级会员啊，这张股票有4级会员去做、啊，哇，力量强大！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4级会员，来单股会员。尊龙会员来，专案会员、清代会员，亮灯亮灯涨停板，时间早上12:03，啊，怕你收不到是不是？差不多啦，上下1分钟啦，这个叫真实操作啊，虚伪造假啊！我的普通会员在看节目嘛，虚伪造假，严老师下台一鞠躬啊，啊，我还愿意负法律责任呐、啊，这个叫真实操作啊。我先讲啊，我们的家教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告诉严老师啊，你上节目啊，不能虚伪造假，啊，不然会有报应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会有报应的。严老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，人性本善啊，不能做坏事。做坏事的话，个人造业要个人担哦。这个就是严老师的家教。但我现在跟大家讲，去买那个小型的、低档区的电子股，对不对？好像。这张股票我们是没有公布的，啊，到今天还是一样再创波段新高，到今天为止啊还是再创波段新高，哦，这个就不用再讲了，对不对？明天如果再打开再涨停板的话，我就把它打开给大家看。其实这个最近啊我们一直在送资料，对不对？这个资料送出去啊，这个对投资人啊是有帮助的，啊，是有帮助。但是我不希望说哦，投资朋友你啊是看着严老师的电视节目在操作。因为电视节目里面有时候我们卖掉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告知你，我们没有办法通知你，啊，所以说你不要看着我们电视来操作。本节目啊，不会针对那个不特定的人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怂恿，啊，故意哦露个马脚给你看，不会啦，我们真的送资料，我们就送嘛，啊，这个叫新唐嘛，今天还在涨啊，连续2天两根涨停板，今天还在涨，这叫合金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。啊，六月份到现在，六月、七月两个月你都赚得到钱呐、啊，新唐嘛，啊，2天两根涨停嘛，今天还在涨嘛，啊，老师合金呢，啊，拭目以待，啊，老师今天再创破断新高哎，然后呢，六月包中，七月呢，三冠王，明天注意国巨哈，注意啦，啊，未来注意金豪科啊，啊，老师、啊、国巨吼。400块起价100块啊，各位注意哦，注意注意，我叫你注意就你就要注意了哈、哦。那是金豪科涨很多了呢，涨很多了呢，还要注意哦，当然要啊，啊当然要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要注意就是要注意啊。有时候我们的资料送出去哦，有人在讲，好，我们先看这边哈、哦。来，老师，工准今天涨停板呢，看到了哈、哦，工准啊，对不对？看到了，老师。每时2天两根涨停板呢，你这个哈、哦、好像哈、哦、在密码哎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两只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师富鼎还在创破断新高哎，啊，投资人眼光很亮，啊，老师啊，未来会不会是环球金呐、啊？啊，未来会不会是华新科、啊、还是广宇啊？我们这个哈、哦、资料哈、哦，你真的回去好好的、哦、看一下，啊，好好看一下，我们的资料很有参考的。价值啦，好不好？注意一下了哈。当然，明天呢、啊，我认为啊，有一些股票在发动点啊，严老师要准备出手了哈。我说要出手，就绝对会出手。但是我先讲，你没有扫描 QR code 的啊，你没有扫描 QR code 跟你都没有关系啊。你扫描 QR code 要麻烦你要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啊，不然这个发动点我找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去哪边通知你啊？我再讲一次哦，你还没有扫描 QR code， 你赶快扫描。七月份的三冠王，真正底部进场、低档区开始起涨的股票就在里面，而且是属于单股锁单的。单股锁单的秘密就在里面，一档接着一档做。我们现在合作一档股票，
我们现在合作一档股，所以说你今天加赖的哦，好，未来这个标股在标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办法通知你，好不好？未来的股票就是在发动点，来，严老师赶紧揪了哈，发动点我们一起来出手哈，看准以后再出手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的茂系咧，啊，今天看到茂系对不对？老师，茂系可以买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买啊。这个最低啊，来到46.3呐，也是一样快涨停呐。茂系涨完了吗？哦，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啦，你慢慢看啦。你看老师节目，你就可以慢慢看啦。你看茂系看多久啦？茂系，啊，茂系，每天看，啊，每天看。老师啊，我每天看你的节目，我每天看呢，看得很过瘾呢。啊，老师看到今天呢，昏倒了，对不对？昏倒了，老师还会涨吗？啊，拭目以待。这种股票操作难度其实很简单嘛，啊，你什么时候买都赚钱啊，操作有那么困难吗？那是被动元件呢，啊，被动元件得跨机要九毫，我也叫你看别支吗？九毫啊，两个字，啊，真的哦，你买低的啦哈，随时可以卖，啊，这边也是可以先卖一趟了哈，记得要接回来了。我们运通财经台哦，我这节目时段我再讲一下了哈。我们运通财经台下午3点半到4点，凌晨重播时间是2点半到3点，早上还有一个重播时间是7点到7点半。好，明天的话当然有一档股票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共享盛举的哈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绩效就是哦怎么样最大的优惠。好，我能给大家的我就给大家啦。好，今天的话当然严老师会释出最大的诚意啦，你也不要怀疑严老师的诚意啦。因为哈，这个最近投资人啊哇哇叫，老师啊，我这个都去买航运类股啊，我钱套牢了。老师，我都去买钢铁类股，现在屌屌啊，怎么办？你相信我的话，你今天扫描 QR code， 你套牢的股票，航运股、钢铁股，我来帮你处理。我们再把资金啊转到下一档股票，这么简单的事情啊要去做，这么简单的事情不去做，你永远赚不到钱。对不对？买低档区才能够发财嘛，耀登不是这样子吗？啊，你不是买底部的话，难道你要去追吗？哦，你赚几根涨停板，我不晓得啦。91APP 啦，之前的对不对？你不要说很飙很飙，你到底赚到钱没有啊？这才是一个重点啊。今天又听到说老师 Mosby 好像要涨价，今天捷力啊、哦、大中啊、哦、都在涨，连富鼎都在涨。富鼎跟你讲多久了？讲到都快烂掉了啊！这资料还留在这边啊？老师，今天富鼎哦还在涨嘞，啊还在涨，很好啊！你赚到钱我就恭喜你啊，好不好？明天这档股票哦，我觉得啦哈、哦，你不做的话，你可能要等一年。这档股票真的很重要，再讲一次哦。你这一次没有做到，你要等一年，因为这档股票是严老师今年啊，今年的代表作。我认为现在的股票啊，真的操作难度可能高一点啊，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，斗定迷刚，一点都不会困难啊，因为我已经锁定目标了。明天这档股票，我先征求50位，好，你没有留姓名电话的啊，你就不用加赖了，懂不懂？你打电话进来，你姓名好，联络方式也没有留的，你也不用打电话进来了，因为我们没办法通知你啊。你扫描 QR code， 有留联络方式、电话的，好，我们就一定通知得到你。明天这档股票，严老师7月份的最强的，好，这档股票叫三冠王，到底能不能勇冠三军啊？好，那来修书记好不好？好，修书记的呀，哈，你今天扫描 QR code 不见得扫得进来，我先讲哦。你不见得扫得进来哦，我只有开放50位哦，啊，开放50位哦，你打电话的人哦，你电话最好要拨快一点哦，不然你不见得拨得进来哦。我们只要前面50位，好，我们这样子通知的话比较来得及啦。一位助理通知5位，我们有10位助理嘛，好，就是50位。明天这档股票7月三冠王，我希望大家怎么样共襄盛举，因为这档股票有机会成为7月份啊。啊、哦，狂飙的股票，啊、哦，严老师的私房飙股只有今天，啊、哦，这档股票7月三冠王，严老师私房飙股只有今天，你要好好把握。当然，严老师今天释出最大的诚意，好不好？
来看到这边哈，严老师最大的诚意，来今天333最后一天，最后一天要好好把握哈，要操作7月3冠王的，赶快把握机会，前面50位，明天准时通知，前面10位，严老师亲自的带你进场，赶快扫描 QR code， 明天早上7月3冠王共襄盛举，打电话进广告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，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，擅长基本面分析，精研大盘结构，最能洞烛机先，充分掌握风险，积极拜访公司，深入产业研究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 2321-9933。车祸现场拍照录影五原则：车祸发生无人受伤或死亡，汽车尚能行驶，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。一、全程注意安全；二、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放置车辆故障标志；三、拍摄全景记录车辆终止位置，以标线为参考基准，将周边固定设施如标志、号志等一并摄入；四、拍摄碰撞点、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；五、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，应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。人没事，车能动，自行拍照，尽快移至车辆就对了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！那当然，明天呢，这档很重要的股票啊，七月份的一个代表作，我相信啊，大家啊，应该很有兴趣啊。但是不是说只有兴趣啊？你今天啊，电话没有拨啊，白搭啊，这个 QR code 没有扫，等我打开了以后啊，涨停板啊，你才会知道哦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阿内哦，没意思啦。如果说你现在不敢买股票，你干脆就退出股票市场，就不要买了。啊，你后面这个股票涨上去了，啊，你又受不了进去追的时候啊，这个成本啊又开始垫高。我今天大家讲得很清楚嘛，航运类股、钢铁类股不要再追了，很危险。现在去布局啊，这种中低价的，啊，低档区的电子股哦，就像当时候嘛，啊，对对对，这腾辉一样嘛，你随便买都赚钱啊，一样嘛，不会套牢嘛。啊，金相光也是一样啊，随便买都赚钱啊。哦，你资金部位比较大的啊 ，ASKY 嘛，啊，老师我没钱啊，没钱就买这个嘛，30几块也在买不？联益光，啊，这30几块也在买不？也在啦哈，这也在啦哈，哦，这个张数可以买多一点哦，包含今天呐，这个对不对？涨停板的啊，这个今天创新高的啦哈。这叫宣德了哈，不要看节目在操作，我先讲哦。宣德啊，我们普通会员有哈，但是买卖我们没办法讲啊，这个对不对？啊，宣德赚钱的，我恭喜你啦。没有赚的啊，注意了哈，我们明天要进场的7月3冠王，前面50位啊，大家共襄盛举。不管你是用打电话的啊，不管你是扫描 QR code 的，反正我们算啦，就前面50位啦，多一位我们都不要。哦，当然前面10位的哦，动作较紧的哦，好，严老师亲自带，好不好？好，私房标股只有今天严老师的代表作《7月3冠王》，还没有打电话的赶快打，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啊，要来共襄盛举的
啊，七二三冠王，赶快扫描 QR code， 要留下姓名、联络方式，这样子我们才找得到你。今天哈，严老师啊，废话哦不多讲了哈。严老师今天最大诚意只有今天333，啊333，办好手续之后，明天一样会通知哈。赶快用手机开始扫描我们的 QR code， 前面50位，明天准时进场布局，打电话，我们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分析师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，擅长基本面分析，精研大盘结构，最能洞烛机先，充分掌握风险，积极拜访公司，深入产业研究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。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美。目前陆续核准家用 COVID-19 检验试剂产品，民众可以到药局、药妆店等合法通路购买。购买时注意外盒的防疫专案核准字号效期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，并洗净双手进行采检。采检后将以使用的采检试纸及试剂用塑胶袋密封包好。居家隔离或检疫者，采检结果如果是阳性，请联系当地卫生局或拨1922。其他民众采检如果是阳性，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，尽快到社区采。